者邱巧珍开会报道，百年香水世家法国娇兰 GURLAIN 去年请到阿吉丽娜裘丽代言全新香氛 More Than 我的印记，上市后一直成为去年欧洲市场销售 No.1 的香水。今年娇兰全新推出一款 MONGOERLAIN 我的印记牡丹淡香精，灵感来自晨露中绽放的花朵，新添加牡丹香气，强化女性刚毅之外的柔情。为庆祝这款全新香氛三月上市，娇兰特别于台北文华东方酒店青鱼跨界联手推出我的香氛印记下午茶飨宴，以 Marlin 我的印记香水中的迷人芬芳，包括细致典雅的牡丹、茉莉和薰衣草为灵感，精心打造一系列挑动味蕾的精致美点，自3/5至31/3期间来到青鱼享用我的香氛印记下午茶，还可获赠法国娇兰限量小礼。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与香水世家法国娇兰首度跨界携手合作，自5/3至31/3与青鱼推出我的香氛印记下午茶享用宴，每位1350元10%起，还可获赠娇兰限量小礼。记者邱巧珍说，幻彩流星小蝶以娇兰著名的幻彩流星蜜粉球的缤纷造型为灵感打造，粉色印记小茶香酥，桃皮甜入香草柚子奶霜和荔枝草莓蜜桃固粒。记者邱巧珍说，娇兰新推出我的印记牡丹淡香精30毫升2700元，50毫升3900元，100毫升5550元，三月全球同步上市。记者邱巧珍说，皇家蜂蜜蛋糕以娇兰经典的皇家蜂王乳为发想，以香醇的蜂蜜蛋糕为基底，搭配香草奶霜和杏仁护粒等，香草茉莉泡芙由香酥泡芙填入香草奶霜，再摆饰一只巧克力香草夹装饰。记者邱巧珍说，安吉丽娜裘丽代言娇兰MONGUERLAIN 我的印记香氛，去年在欧洲成为销售第一名香氛。记者邱巧珍社。